今天我带了一位老师傅做的豆瓣酱到市场上来，看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喜欢。走呀，太早了你们，我就背得着一点儿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可以等一下，我也吃一点点个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是好早就出来了啊？哇，好安逸啊，看到。哎，那个老师傅做的。是不是七星椒豆瓣酱哈，不是一般的小米辣。你多了两瓶嘛？你就买装两瓶嘛。闻不要钱，你闻嘛？是不是香？香不香？你有豆瓣酱啊？不好做他们的生意，他们都做得有。你看那个肉，没得人买肉，可可倒是喜欢的人多。有没有人买七星椒豆瓣酱？豆瓣买豆瓣，手工七星椒豆瓣哈，香得不得了。刚刚那叔叔买了两瓶，要得。豆瓣酱还用够哦，慢走。哎，豆瓣酱，都走了。柚子，柚子啊，有大的。还五一斤，买一瓶嘛。要得，给装一瓶。川菜的灵魂就在于豆瓣了嘛。买不买瓶嘛，玲玲？买一瓶。要得，很香这个豆瓣酱，吃了你还要香，香玲玲。你买一罐尝嘛，比如说你吃的不辣，你就少放点哈。我也来一瓶。要得，两哈就卖完了哈，现在又把装点装起。哎，它是纯菜籽油来做的，它也就是新店的七星椒。你看嘛，这个颜色哈，炒菜好安逸嘛，上色又安逸。要不要把这个背到那种川菜馆子里头去告一下？因为他们的豆瓣就用得多些。要不我背几个就问一下看啊？要得。走了，姐，谢谢你哦哈。这个就又比较辣一些。哎，叫我都吃二两的了。真的啊？那你买对了，这个你沾点尝哈，告告嘛。用的油都是纯菜籽油做的，真的是。我刚刚舀的装好的，我来给你算。做了酱，看一下，他买了鱼，是不是要豆瓣酱？姐姐，你买不买豆瓣酱啊？比一般的豆瓣要辣一点哈，你少放点儿。如果吃得不辣的话，40多年的老师傅做的传统。走吧，下一家。